那么长。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啊。那今天是非农啊，那么昨天我们啊结束了黄金的交易以后啊，我也在讲啊，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大波动啊。白天的话，上午主要是澳联储啊，这个不是澳联储，澳洲公布了一个。澳洲的 CPI 数据啊，比市场预期要好一点。那么前值的话1.3，其实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啊。那这次的话公布的数值是1.6啊，是可以讲是稍好一些的啊。但是这个数值吧，你说 CPI 看怎么看啊？如果单一次来讲，那它算是还可以的数据啊。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它依旧不达到，依旧达不到2%这个一个目标的一个情况，而且离得还比较远啊。你说不是1.8、1.9，而是1.6啊，而且1.6，所以它的数值也不说那么的好啊。所以行情的话呢，它是有上涨啊，有上涨。那有人说，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啊？那可能啊。多方面吧，也可能和一些贸易相关的一些数据，可能它还是不错的那可能导致一些通胀的一些抬头之前我们说过贸易数据，因为它今年来讲整个铁矿石价格也是不断的在拉升对于整个澳洲经济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可以这么来理解吧，其他的话，其实市场白天就没有太多的消息了。当然，主要就是今天晚上这次联储会议。那我们之前其实就还是把我之前的想法说一下就是说之前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它昨天的数据不达到预期只有1.6就核心 CPI 核心 PCE 这个数据。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联储还是有机会去降2次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呢？即使鲍威尔说了今天降1次息以后，可能还会考虑再降息，但这个呢，其实也没有超出市场的整个预期，因为市场之前给出的这个预期怎么讲给出的预期。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有已经预测到可能今年会降2次息了。不管是这个市场哪个机构或者哪个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即使鲍威尔这么去讲，那么也是蛮符合市场预期的。你说它就一定能使得美元下行吗？这个也不好说除非是说。它更加的偏向于，就像之前他提到的是，我们记得去年，甚至于是前年，那么美联储的论调叫做渐进性的加息，那么是否，那么是否，比如说今天，也会提到类似的这种词语。如果提到这类似这种词语的话，那确实是可以认为它可能会有连续降息的可能。但是除此以外的话，其他的这些论调我是想不出来有什么会比市场预期更加的偏向于鸽派一些所以整体上来讲你说它能不能说得好一点呢？但是如果说得好一点，其实又是有悖于。美联储一直提到的，它要紧跟数据你知道吧？美联储之前曾经提到过，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关注的就是经济数据的表现。那所以它的论调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就已经可变的空间不大了它说话的空间也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了。也就是说由于这个通胀不达标降1次息。然后，如果
通胀继续不达标，可能还会再降一次，或者是继续降息，这个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啊。除非是说有预期未来有一段时间美国的整体通胀啊可能不达标，那么不排除啊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除非说这种话，那否则其他的话他也说不出来，因为基本上不可能说是要立刻就说啊我们这次不降息，这个现在看是基本不可能，除非是自己打自己脸啊，这个应该是不会的。那么他说比如说啊就是说降一次息就结束，应该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次降息啊它刺激这个通胀抬头啊最多能刺激 0.2 对吧，刺激不到 0.4， 所以他也不会立刻就讲这个话，所以他能够讲话的水分啊已经不多了啊，不是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啊，所以说我才会讲啊，就是说这次的会议啊你说一定就有特别强烈的行情，所以我们就只能看，这是为什么啊，我让大家现在就等于是我要空仓等待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手里边只有纽币的长线空单。那纽币的话我们之前就讲啊，外部因素导致的纽币的上行我们不去关注它，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内部因素啊。那我们知道从上周啊上周的这个周初吧啊，上周周初，那么新西兰啊央行说了一句话，其实为什么纽币能后面能跌这么多天，到今天可能一直还是在持续下跌，其实就是那一句话，那句话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它的一个进行啊要进行量化宽松的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既然就是它已经说出来，基本上也算是可能远期看的话就是板上钉钉。那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先降息后宽松嘛，对吧？你说它可能说，你比如说有人说那可能降息未必降到 0.25， 也许不至于这么惨，那至少来讲降到1以下是正常的啊，比如说对吧，降到1以下是正常的，那就算是降到1以下啊，降到比如说 0.75， 跟这个英镑差不多，降到 0.75， 那么至少它还需要降三次息吧啊，或者它一次出现降 0.5 的可能性，那么降两次啊，至少还要降 0.75 吧。那如果它是要奔 0.25 的话，那就要降五次啊，所以这就是市场预期嘛。你看它这一句话的威力还是蛮强的啊，直接导致了整个纽币把前期那个第二轮上涨的这个空间全部就吃回去了啊。所以到今天为止的话，你说晚上出数据会不会利多美元？其实我是认为是有这种概率的，因为我还是就像我跟大家去讲的，我还是会看空欧元到 1.0880、啊、当然这是一个预测啊，不是说一定到那边啊，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预测，至少我认为到 1.0880 的时候，美指的价格应该真的会冲到接近100了啊，我们大概可以就是估算一下吧。当然了说欧元，比如说啊，欧元啊，冲到了1.09吧，咱别说1.0880了，就是咱们说冲到啊，冲到这个啊，差不多在啊109这个附近的话，假设到109这边，那至少美元的位置啊，至少美元的位置要。看情况应该是要到接近100的吧，甚至于超过它，对吧？当然，也可能有变数，因为美指的话呢，欧元会占比在它占比当中的30%多吧。如果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欧元大跌的时候，如果其他的一些货币，比如说像日币啊，像一些加币啊，比如他们是在下跌的，那么也许啊会美元可能会稍微的会也有一个压低的作用，但是现在来讲啊可以看到啊，美元的之前的 N 个月的最高点 98.38， 现在是98.0807，
就差零点三，零点三就是0.3%嘛，所以还是很容易破掉啊。如果破掉了，欧元顺势下跌，那我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就是啊，我们之前所构想的那样的行情。所以呢，我现在会继续的持有纽币。那么纽币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现在运行整个的一个情况了。这个今天是这个月最后一个月啊，我记得我在这个月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讲啊，开始是什么行情，还记得吗？开始的时候是一颗，因为开盘价是在0.6721啊，但是先向上运行啊，先向上运行啊，这个月啊，这个月开盘是在7月下旬啊，我们当时我们解盘是说了7月下旬，因为7月下旬的话临近8月份啊，临近8月份，那么如果说它会啊内部因素啊继续使得纽币下行，那么应该是在7月下旬啊，然后纽币会下行，会下跌。所以我们当时解完盘以后，刚好这个是7月中旬的最后一天，然后这是7月下旬的第一天，7月下旬第一天。还是这一天，对，接下来应该是这一天，这天还没有啊，这天还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这天还没有新西兰联储那个发表那个讲话的内容，是这一天，对吧？是这一天，但是它从实际上是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下行，所以整个到今天为止，整个它的下旬其实一直在下跌。啊，这个实际上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概念也是差不多的。好了，现在又马上啊，这是内部因素。那么现在好了，现在外部因素是什么？美联储的这个会议。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说如果我们假设纽币对美元，纽币对美元是吧？美元对美元啊。纽元对美元什么情况会涨呢？在现在两个央行都准备降息的情况下，其实如果说美国降息的幅度大于纽币的降息幅度，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什么？预期纽币可能会上行，但是现在这种概率比较低。就说美国降息基本上应该就是1到2次，但是我们刚才我们分析了，纽币至少还有3次降息，那么也就意味什么？因为从远端看的话，基本上从降息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是不可能超过纽币的降息的幅度的，现在来说基本上这个可能性很小。好，再从量宽的角度来讲，一个是纽币要准备进行量宽，或者是加大量宽的幅度啊，增加这个购债的规模。而美联储现在在干什么？在缩表，在缩减资产负债啊，换句话讲就是在推出量宽以后继续的缩减购债规模啊，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那么从这刚才讲利率叫常规，对吧？我们就知道常规手段 OK 啊，应该是美元不会比纽币降息多。好，非常规手段购债，现在是美国在减债，而纽币要发债，纽币要新西兰央行要购买负债啊，购买这个债券啊，以帮助新西兰政府，对吧？刺激经济啊，你想这两点因素来，这是基本面吧，对吧？那么纽币应该也没有上涨的空间啊，这是我对纽币的看法。那么今天它最低点是到0.6885，之前低点是零点啊，最低这个地方是0.6576啊，今天是0.6585，实际上就差10个点了啊，10点都不到。说出数据把它打破这个点之下，我觉得正常吧，我觉得应该是正常，对吧？好了，有人说现在已经到今天为止
对吧？现在是第九天下跌了，应该停一停了，啊，应该停一停。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它为什么一定要九天就要停呢？啊，为什么不能继续的下行呢？你从基本面上去分析，从技术图形上去分析，包括它的整个运行空间，其实这一段它整个运行啊，跟英镑也是蛮相似的，你别看英镑是幅度大，但你看英镑也是没进到整个它这段下跌，英镑也是没有再去触碰小时级的这个压力的位置啊，澳币也没有，澳币也是从脱离开小时级均线以后就一直沿着向下走，所以这是我们的看法啊，所以我觉得到这一次就说纽币的外部因素也许会帮助纽币继续的下行，直到纽币宣布降息，所以现在不要小看这个下跌的幅度嘛，所以它是完全有可能就直接就奔到。6.63几几，这边去了，所以轻易的先不要去有过多的动作当然你说我减减仓，或者是我之前做了一些短线，我把它平了，我就留一些长单，那这个是可以调整，但是你至少长线交易暂时先不要去把它平掉吧那么现在的话，相当于有大概320点左右，对吧？那我觉得第一个数据，你说320点，它今天涨回去，这个可能性你基本上应该是很小的吧？除非真的是有什么突发的情况，而且那个突发情况还特别大，它才能今天这一天能涨到300点，就约略等于4%320点就差不多就5%吧，对吧？才能涨5%，这个可能性很少可能性很小，所以就我们就可以来这么思考这个市场，好吧？OK 这是关于纽币的想法另外就是欧元了欧元的话，现在整个它的运行四小时均线已经到了6.7了，其实上是很近的。因为昨天的这个就今天稍早的高点是6.2均线是6.7，就差了5个点。有时候出数据的时候打一下，我觉得这也 OK 的。所以现在我就在等这个嘛。如果有这个的话，它比如顺势下破这一再下跌这一轮，我觉得也正常因为比如说英镑比如说英镑这个行情如果说它是下跌的，那么欧元可能会跟一波，对吧？那么欧元比如说跟随下跌一波，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所以就看这个时机嘛所以现在咱们就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再看一下黄金。黄金的话，从我们昨天平掉以后，它其实冲了一次33点，33吧，就接近到前期那个高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今天白天一直在这边横向，下午试图冲了一下，其实也失败了，没有冲上去，所以一直横向我说了，我们不赌，没有资本，如果有资本，我们会赌，就是下方，比如说我们接了。比如1415又接回来了，现在有150点，赌一下无所谓，赌一下，赌错了它跌200点，这150点算不赚的，5点算止损的或者是算亏的，对吧？你可以现在赌不起，就不赌了，不赌的话就看市场，有人说它上去上去就上去了，这个市场本身就是这样，当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你去在这个市场里边投入你的资金。去参与市场，你赚取一定利润以后，你可以拿你的利润去作为你的一个本金，或者作为你的一个资本去做这个交易。但是你现在这个交易，它是如果假设它现在是位置是在15，那我可以进一笔，因为我是在接近28平的，对吧？那么你回到15接回来，那么你相当于我们中间这一段，我们多单是赚到钱。我接回来，如果你再爬升，我们就多赚了。现在是说，你现在即使在进，当然可能比二八也高不了，高2块钱，但是它如果跌下去，那你前面一笔单子就算是白做了。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好的选择最好就
啊，不要这么去选择这个交易啊，然后就大家耐心等一下。那晚上的话，因为澳洲这边的话，公布数据大概澳洲这边是4点钟，然后鲍威尔讲话是在我们这边的凌晨的4点半，应该我不会看盘，我先明确讲一下，我肯定不会看盘，我会看结果啊就可以了。然后到明后天的时候啊，因为非农的数据的时间还是在我们交易时间里嘛，对吧？所以呢，等明天啊，我再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话呢，出完今天这个结果以后，它有波动，波动完以后，我要看看市场的一种心理状况。然后明天就是8月份的头一天啊，看一下啊，然后有几个选择吧啊，我只能说有几个选择，我要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种反应，看一下美日啊，美日的话呢，它现在是在横向运行。那我们讲了，如果黄金打下去了，那意味着美日可能上去，对吧？美元走强，那美元打到日线的压力附近，那么我也讲了，我说我觉得美日啊打到日线压力附近啊，还应该有一波下探。也换句话讲，从短线来讲，从触碰日线以后的这个做一笔，就是做短线短期空单，我觉得还是可以选择。当然就是具体的一些位置啊，所以今天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运行，如果它真的打这一下的话，本身来讲就可能不见得有人去做空它，对吧？它可能又顺势跌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后面去分析一下市场的一种变化啊，不排除我们可能会顺势的做一些短期空单。而且的话，这个空间我们也说了啊，你说105就104.86就一定是整个这个在假设后面有个大涨，就一定是低点嘛？未必啊，就是说它完全有可能会什么会破掉它啊，然后再启动上涨。所以如果说这波行情到现在这样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空间的啊，还是有一些空间的。那有人说为什么这样，对吧？那因为黄金不也要涨吗？就是黄金如果说它是有跌下来的动作啊，有跌下来的动作，它应该还会涨。当然这就是行情嘛。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美日这个位置啊稍微好看一点，就是美日这个位置呢刚好是一个压力区间，那么压力嘛，对吧？它只要整个多头的力量释放掉以后，它就应该转跌嘛。那么转跌的话，那就啊止损点啊进场位置啊可能会好找一点。但是这个黄金啊就不太好办啊，黄金你说我想去买入，现在来讲啊好多位置都可以回去，你说它能不能深跌一波？有可能啊，你说跌到哪儿，其实好大一空间它都可以去啊。你说比如跌破这儿其实500点，对吧？说回去回到这儿啊差不多700多点，可不可以？告诉你可以，所以这就不好判断啊。那么不好判断情况下，那我还不如选择去做每日的短线啊，每日可能到高不做你，然后等你上涨的时候呢，我觉得节奏不好掌握的情况下，我就先选择做空每日去啊。虽然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会稳定一些啊，会风控好做一些啊，进场点可能会把握的好一点啊。那黄金也不是不做啊，可能你就不做波段了，就跟之前一样，我们做一些短期的啊，有爆发力的啊，空间大概150点左右，那我们就把它平了。平了以后我们就心态归零，然后再找下一步的机会啊。所以现在这个黄金呢啊，白天到现在就上来下去的啊，就这个基本上没解完盘以后才往下打了一下啊，然后呢也有打了一下15分钟支撑啊，然后又回来，其实差不多吧，就跟我们昨天解盘的位置基本上也在一起啊。所以今天就看一下整个市场的变化了，其他的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交易建议啊，就是纽币的空单继续持有，耐心的等。我也讲了，纽币什么时候我会去考虑平掉它？第一个，它要有什么做空的情绪，我现在感受不到。就是整个这波行情里边，我不认为有多少人做空。一个是你没有接空单的位置，一个是你左侧做空，基本没人敢。你说你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当时整个表现来讲
牛逼的多头表现是最好的。你说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去做空呢？基本没有。下跌的时候一波下来，中间没有调整，你反弹高点基本进不去，所以也没有空的啊。所以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就要感受的是什么？感受的是什么时候这个市场有人做空牛逼了，把它平了。我现在就是在感受这个，所以现在的话，牛逼可能还下午可能拉了一点啊，现在等于又往下跑，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行情啊，我觉得没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趋势嘛啊，然后现在已经离，如果今天收盘啊收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我昨天也讲了，实际上已经收破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点刺，没有实体，按照道士原理就已经收破了。现在的位置已经是 0.66， 前期这个低点是 0.6605， 对吧，现在已经破掉它了。啊，看今天的收盘价，如果量猛一点破这个点刺，破这个位置，其实还这个地到后面的话，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单日 1.5% 的下跌，我才觉得啊，要不就是有人要准备净空了，市场心里有了。然后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再去考虑平仓。啊，我觉得这是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始终认为就没有到嘛，因为之前整个的下跌过程当中，它没有一个均线啊，不是没有一个日内的 K 线能达到这个下跌幅度，啊，对吧？好啊，那这是基本上这就是啊，我们把各个品种吧分析一下以及潜在的机会啊，每日可能是作为有一点正，就是有可能是我要去啊。选择做空它的一个行情，我觉得空间也有一定空间，相当于它可能比如说从高位下跌有将近也许能走到700点甚至于更多，它可能同期也许真的有这波行情，可能黄金涨得会比它更多啊，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也有黄金砰一波上去就可能奔1500上去了，但是一样嘛，对吧？你比如说每日有下跌有600-700点，你黄金上涨也有是差不多600点做600-700点啊，比如到1500，我觉得就差不多。但是我觉得风险来讲，每日会更低一些，啊，那我选择做每日就好了。但中间可以穿插着做一些啊黄金的单子，然后再耐心等欧元的长线单啊，就是这就是应该是八月份主要的交易的一种节奏吧啊，七月份的话实际上我纽币单子是没有动的，我主要就是带大家做了几笔黄金的这个高位这个震荡区间里面做了几笔短线单子啊，每一笔的话就是如果说是获利的话就大概100点到150点啊，多了还有一个好像有一个200多点啊，也就是这样啊，然后下个月呢啊就八月份的话基本上就是欧元这个单子能不能成立啊，然后每日啊能不能有一波杀跌行情，就是每日一波杀跌行情，就是我是准备也是一样啊，等它杀跌之后这个行情以后我们再去做一些长线的一些布局的单子，我觉得日本央行会有所动，那就这样啊，其他的市场那个美国股市了，那么美国股市的话呢从破了27000以后啊，其实并没有特别快速的，就是，但是之前这个降息预期啊，从6月下旬开始到现在，这波上涨，你可以认为就是有美联储降息预期导致的嘛？因为6月份，对吧？6月21号嘛，对吧？这个时候啊，美联储开始提到他们要进行降息了。所以这一段的话其实可以认为就是降息刺激的美股上行破位，所以今天出这个美联储这个消息之后，如果它只是按照常规进行了一次降息，那我觉得美元可能会跌下来啊，不，美股可能会跌下来，有人说美股跌来黄金不要涨嘛，所以这就是关系，因为如果说美元是涨上去了，美股跌下来了，黄金不知道是涨还是跌啊，如果是按照跟美元联动，那应该是下行，那如果是按照避险资金的这种需求，那又是上行，因为比如股市撤出的资金可能要去买黄金，又把黄金价格买上去，这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因素的话，我觉得选择逃，选择避开，啊，也没有那个本金去赌一个方向，那就不去做了，啊，等结果就好了嘛，啊，所以美股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啊，不能说是反转下跌，应该是算还是算调整，啊，它可能会有一波，啊，不大不小的一些调整行情吧。因为正常来讲，你说破了前期的最高点啊，26,900啊，900多吧，然后呢，没有办法快速远离这个地区地这个区间，那么它可能啊需要调整的这种概率就会增加。那么刚好今天又是啊美联储会议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啊，我觉得它是不是会下来啊？我觉得这也是刚好是和市场思维来讲有点相反了。啊，比如说美联储降息，啊，市场会认为这个股市会继续的上行嘛？但是它由于它之前已经释放信号了，股市已经提前涨了一段了，所以变成它需要修正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啊，这是关于美股，啊，关于美股的一个啊一个看法，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其他的咱们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几个位置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比如欧元看什么。啊，每日看什么啊，然后黄金看什么啊，如果说黄金跌下来了，那么给我们一个选择啊，当然我会考虑的啊，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黄金，对于黄金的态度来讲，我现在后面我是做多还是做空，你们先不要有这个主观性，就像我之前在这个震荡区间里我说了，我说方向啊，如果你们翻看这个记录的情况下，我大概在就是美联储会议之后的那一周，大概就在这边吧，我会讲啊，接下来我会大家做一些黄金的短线的行情，但是不确定方向，对吧？不确定方向，所以在整个这个横向区间里啊，我选取的做的方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做空，我提前跟你们讲了吗？没有吧，我就等它形态走完以后，我说 OK 啊，这个地方可以做空。那么这个地方比如说买入啊，这个地方买入，我说那也是当时的感觉，会这个地方会有拉升行情才买入，我提前也没有去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包括这边做空啊，再包括这边买入，都是没有去提前通知大家。那么后面也是如此，我也并不确定我一定是做多的，我也可能短线还会考虑做空，直到做到我认为接近到应该买入的点为止，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主观判断我一定要是做多的，啊，这是两回事啊，不见得我一定非要做多啊，好吧 ？OK 啊，那这个是整个黄金的看法啊，其他的我们就也不再去多说什么了。你说下午的话，欧元可能有些数据公布，可能因为整个来讲和预期吧，也都比较相符一点啊，市场也就没什么太大的波动了啊。公布之后啊，包括这个鲍威尔主席的这个讲话了，鲍威尔主席这个讲话还是很有用处的啊。他到底是现在是支持降息呢，还是会继续的啊？不按照特朗普的想法。啊，虽然会降息，但是下一次降息可能就1157，啊，这都是他讲话的重点，好吧？基本上就这些内容啊，因为市场这个时候也不会有太大波动了吧？我觉得今天这一天白天，除了澳币的 CPI 数据以外，啊，然后澳币略微的有一点上行啊，到现在为止是从数据出来以后吧，反弹了大概有。30个点，你说大也不大啊，然后就停顿了。我觉得到一直到这个美联储会议的时候，可能就没什么太好的行情了吧。啊，说这个时候市场产生大波动，除非是有突发性事件啊，否则的话基本上就不动了啊。好吧，今天的我讲的内容就这些了啊。然后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啊提问一下。啊，该大家可以看的，我现在是如果我精力分配的话，我是这样，我是50%左右会看一些
欧眼，哎呀，毕竟这是我想去做波段的行情，我要看它的一些细节。然后每日那边会花一点时间，主要看它什么时候碰到日期均线啊。然后剩下的话就看黄金啊，黄金的话，我觉得短线有机会可以还是可以参与。然后纽币那边继续持有，基本上这就是我的现在的整个时间规划啊。其他品种现在就暂时的先拿掉，包括英镑啊。虽然别看英镑这么大幅度，其实它可能这一波走完以后需要时间调整，而且这个调整时间还比较漫长。好，我就说这么多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啊提问一下。黑屏了，我没有吧？好了吗？我这边没有事情的感觉。反复拉锯吧，对吧？就是，夜里的高点以后就反复的向你附近，好吧，基本上就这样吧。我觉得我也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吧，估计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现在也不想去判断，就是主观判断什么方向，啊，也不想大家去无端的去扛单了，啊，然后就把这一个月的。基本上的几笔短线交易，再加上一些长线吧，就等于是基本上短线就结束了，然后这一个月嘛，相当于大概从这一天开始做的这一天开始，对吧？那么这一天是6月25号，到今天是7月31号，刚好就这将近这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间嘛，对吧？在这个区间内做了几笔短线单子就完了。今天等于是刚好就空仓了，短线就全平掉了，对吧？就看你美联储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着急，对吧？你出来结果了，我再去分析市场的头寸变化，我们再去找下一次机会呗。这就是现在我们的主题思想。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解盘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啊，那么。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保持沟通吧，然后呢，还是看欧元，我觉得现在到了它要爆发的时候了，到底哪天什么时候，对吧？我们进一笔就可以了，好吧？那么今天先到这，谢谢大家啊，那我们明天见啊，大家晚上有精力的看吧。国内的话其实也是夜里2:30了。如果明天有工作，有学习，还是最好就正常休息。